首次参访苗栗泰安乡的克雅族猎人学校，环球科大65位在职进修的师生，一行人瞪大眼睛专心聆听讲者从耆老身上所穿的服饰、饮食生活、狩猎智慧，再到祭典文化，一一为学生仔细讲解。除了我们原住民的孩子能够来这里来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也邀请希望那个我们的平地朋友也来自这里来学习我们的文化。多乃猎人学校除了作为泰安乡临近小学的民族教学场域，也希望成为更多人认识泰雅族文化的重要基地。我觉得啊，在学校这种类似文化的课程应该是用体验的方式，它的效果会来得比在教室上课来得好，而且也可以直接来当地部落，深入部落来促进这里的经济发展。环球科大原资中心透过每一年校外参访机会，认识不同族群在各部落的生活样态与习性，让学生认识在课本之外更真实的原住民族文化。原视新闻 Jesse 马伊古罗苗栗泰安采访报道。